这里。嘿嘿，没打着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那没事了。这个黑眼迪迦太可恶了。确实可恶，也不知道他藏在哪个盒子里了。不管他藏在哪个盒子里，我都得把他找到。刚才他是在这个盒子，现在嘛。在这儿呢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太痛了！这个黑暗迪迦太可恶了！你才可恶呢！有本事你们找到我呀！你居然敢挑衅我！黑人，把这些盒子全给他拆了！对，把这些盒子拆了，他就没有藏身之地了。好啊，我正有此意。我看还有往哪儿逃？刚才是这个盒子啊？没错，就是那个盒子说话。好，黑眼迪迦，给我出来！不说话。维克特利。啊？你怎么把维克特利给拆出来了？我也奇怪啊，刚刚这个盒子里面分明就是黑眼迪迦在说话呀。没错，我也听到了。可为什么是维克特利呢？哈哈，笨蛋，我在这里。啊，在这儿。这一下该让我抓住了吧？那你肯定抓住了呀，我也听到他说话了。那这就简单了，黑眼迪迦，你给我出来。不说话。金骨条。啊，怎么是他呀？我也奇怪啊，刚才那个盒子明明是黑眼迪迦在说话呀。难不成他又跑了？他什么时候跑的？我哪知道呀，这个黑眼迪迦可别让我逮住他。干嘛？你逮住我要干什么呀？在这里，等一下，可别让他跑了。对对对，这次可一定要把他抓住。放心，交给我。抓住了，黑眼迪迦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？不说话。这是谁？一个好哭的积木。啊，我看看。啊，是他呀。这不大名鼎鼎的银河维克特利吗？银河维克特利，布鲁克积木的隐藏款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没想到你运气还挺不错的，把他给找出来了。可我没想找他呀。对呀，我们不是找了黑暗迪迦吗？黑暗迪迦去哪了？我在这儿呢。在这儿。我就在这儿啊。有本事你们过来呀。又进去了？没进去，我在这儿呢。在哪？